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的话呢是2024年的4月2号礼拜二。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看到了宾得公主，她红灯左转。好，她红灯左转。那她的红灯左转呢，是我这边红灯，她那边绿灯的红灯左转。啊，这个不要误会啊，各位朋友不要误会，我们在不同的那个方向。好，那我们就简称红灯左转。这个是没有罚单的红灯左转。好，那今天礼拜二。大家心情是愉快的，因为今天上完班之后呢，明天再上一天，就放这个4天的这个清明年假了。哦，每个人的心里面都非常的雀跃。有些人呢，像徐凯，他明天可能就会请假，啊，来个5天去日本的小确幸。那宾得公主的话呢，我就不知道了，应该是加班吧。啊，因为他的乐趣就是加班，帮公司服务，提升公司的业绩。啊，每个人的兴趣不太一样。那我呢，就应该就是陪陪家人，然后还有玩一下游戏吧。好，玩游戏，因为我的等级太低了，已经落后大部队很多了，所以要快点追起来。OK， 就这样，我们上班愉快，拜拜。